是个练习的好地方。嗯，很好。洛克他们上次耍了我们，我们不能咽下这口气，得和宠物他们勤加练习，争取早日给他们好看，给他们好看，给他们好看的。请费德大哥先看看我在暑假里抓到的新宠物。出来吧，小甲壳虫。这是小甲壳虫吗？明明是格兰种子。嗯，傻乎乎的，到底有什么绝招啊？使出来吧。是，格兰种子，让大家见识见识，赢你吧。啊！接下来该我了，咔咔羽毛。外表挺鲜艳的，不知道本事如何。咔咔羽毛，扔沙。你这个也不错嘛。我讲，就让你们看看我从拉布朗矿山口捉到的新宠物，相当华丽哟。该你出场了，我十倍。大哥，瞧上去不太厉害耶。你们真是没眼光，厉害不厉害看了才知道。猛烈撞击。宠物，真是宠物不可貌相。费德大哥，我们这就去找洛克吧。对，不急。洛克的蒂莫，还有可莉的呆小鹿，可不好对付。我们的新宠物在他们面前还不能轻举妄动。哦，大哥，那菲尔特的水蓝蓝呢？水蓝蓝根本就没什么存在感。那家伙好像除了水蓝蓝外也没有什么新宠物了，估计是抓不着了。抓不着吗？我一定可以抓到新宠物的。完工喽。累坏我了，让我这么尊贵的公主搬那么重的东西，真是过分。丁梦，你有谁呀？请来都不敲门的。可莉，你要帮帮我。也帮帮我。别把鼻涕蹭在我身上了。洛克，我要补充
怎么样，菲尔特？你已经有目标了吧？准备好了的话，就开始捕捉吧。我有点紧张，我怕自己会失败。要不我们还是明天再来吧。哦，真是的，菲尔特，来跟着我做深呼吸。我是最棒的，我一定可以。我一定可以。菲尔特，你一定可以。我一定可以。好了，你现在充满了勇气和能量，放手去干吧。那好，我去试试。哇，那就是我想要的新宠物。让我来看看资料。那是地鼠，它们有很坚硬的外壳，但是腹部是弱点，战斗的时候要注意。喂，菲尔特。地鼠，我的新宠物，快到我的咕噜球里面去吧。小心，地鼠的抓挠很厉害的。哎，菲尔特，你太心急了，你得先让水蓝蓝出来和他战斗。嘿，嘿，嘿，这么来回几下之后，对方的体力就下降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，你才可以用空的咕噜球投向他，同时高呼他的名字，小地鼠。注意哦，咕噜球会把它捕捉进球中，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和你达成契约，成为你的专属宠物呢，就会挣脱出来，你的捕捉就失败了，这个咕噜球也就没了。一般来说，宠物的体力值越低，你的捕捉成功率就越高。还有就是，祈祷你的运气能更好一点，一次成功吧。算了，与其赌运气，不如换个更容易捕捉的宠物吧。我预感我的新宠物就是它了。大蒲公英其实是由三个需要一起行动的小家伙组成，它们喜欢在美丽的花海里飞来飞去。菲尔特，先消耗它的能量吧。这次我记住教训了，聆听我的召唤。看来你的问题不是出在运气不好，个人魅力不够才是真正的悲剧。别泄气，我们继续努力吧。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本公主打死也不再陪你继续了，菲尔特。我也是。对不起，洛克·克里。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怎么样？那我带了好吃的夹心面包，哈哈，还有香肠，还有饼干，苹果。哈哈，菲尔特，你说的人呢？东西在哪儿呢？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？大哥，菲尔特。你真的要选这个家伙当新宠物吗？一想到这家伙吃光了我们的食物，我就火大呀。大哥，不过这也算是一种缘分了。好嘞，那就再帮你一次吧。该火鸟是用火焰作为武器的宠物，但它的反应很迟钝，连挨打都不会很有感觉。不过它对食物非常敏感，肚子很容易饿。聆听我的召唤，出来吧，水蓝蓝！水蓝蓝，打败呆火鸟，让它成为我们的新伙伴吧！蓝蓝，蓝蓝，大狗，超声攻击！蓝蓝，蓝蓝，蓝蓝，大狗，大狗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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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
把新的宠物收进去吧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！我这就怎么了？咕噜球又完了。别光顾着笑了，洛克那个魔法图鉴还真有用啊！我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借过来用几天呢？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沉睡的精灵记忆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山重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，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。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